找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怕塞车啊。早上五点都怕塞车，你塞哪里的车？走。所以大家都在五点半之前就到，非常的准时。辛苦了啊。知道我的哪一些歌感动了谁，然后也因为他感动了某一个人，今天这个人就来到现场，我们就认识了，然后我们就第一次见面了，这样。角落，也许一直都在支持我，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见到面。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，我好好的把我的作品
给大家听，让大家感受到我的音乐的感动。我要祝大家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心里面都要有很多很多的正能量，我们一起去创造出一个美好的人生。谢谢大家。Thank you, Tokyo.我今天那个间奏也要唱，呜呜。